级教职员办公室，后面教室大楼，然后这边新生报道的地方、图书馆，还有自习室都可以在这里。最后面有非常多可以躺、可以坐、可以玩的地方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。都可以在这里解决。对，像我一开始来的时候，我班级太难，我就会来这个辅导室换。对，你看这个柜台就是一个神奇的柜台。考试 level test， 然后还有就是请假单。一下午上课的话，这里也可以填表申请。好。再来的话就是晚上的活动，课后活动的话，这边都有。这边全部都有。那如果说确定好你要上哪一个的时候，在上面写就好了。Well done. Everyone, give her a big clap.